好，这个帕有两的嫡派啊，事实上就是我们说诵经的串题、杂班和过景系啊，这三个我记得都和各位说过了，记得吧？啊，所以这个呢是在回去以后，各位把这个串题、杂班、过景系。这个读一遍，和课堂上的一定就可以连接起来，啊，就表示，你看，太儿俩到宋代，变化名称，实质有没有变呢？没变，没变。那么把这个能串联起来，就是统序了，啊，这个问题，啊，就没有人说过这是个统序。那为什么接着我又各翻开这个第几页啊？第四节那个第六页，清代醉白求所说之地方小事，首先也要说明这个醉白求啊是什么东西。这个，请佩欣你念一念那个小引啊，第六页。若就今日所见之地方戏曲剧目而言，则以清乾隆、钱德昌及醉白求所收之地方戏曲为最古。乾隆28年（1763），前世剧《纨花主人》旧本《删繁补漏》，寻其旧而复缀其新，一曲。百湖之夜，聚而成裘。经11年至乾隆39年（1774），逐年刊印而成。钱德昌字佩恩，屡次失意科举，放浪歌场，对于戏曲舞台艺术颇有造诣。于是，就当时剧团盛行的戏出，雅俗兼收，12集，每集4卷。共48卷，既收昆剧88种，438出；地方戏曲63出。1931年，在胡适支持下，汪协如剧《四教堂本教典》由中华书局于1940年出版排印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由于这63出地方戏曲剧本，刊行于乾隆间，可以说是现在地方戏曲的前身。其所呈现的现象，也正是地方戏曲早期的情况。其所呈现的现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好，所以各位，对于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醉白求啊，它的意义啊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它是近代地方戏曲被记录下来的一个最完整、最具体的那个现象。什么叫醉白求啊？我们有个成语叫什么？集意成裘，对不对啊？那就是皮裘啊，在古人，这个大夫以上才能穿的衣服啊，冬天呢，是千金之裘，有这样的这个话。啊，那可见这个裘呢是相当高贵的，因为它用狐狸的什么呀某一部分，应当是翼这个地方的毛啊，去把它编织组成的。那一个狐狸最珍贵的毛多不多啊？所以呀，它呢一定要很多的这个狐狸皮呀，才能够做出这么一个千金之裘的。
所以急易成求是这么样来的。也就是说它呢，第一是珍贵的，是把各种珍贵的集合在一起。第二它是怎么样，是经过采集，经过怎么样，经过编织，经过结撰而成功的。所以功夫大不大？也大。那因为呢，他所说的内容就在乾隆年间的剧场上所演出的最流行的剧目，因此这总共有多少个戏出啊？佩先生，多少啊？63加昆剧438，那就是500多出戏。你看这500多出戏就反映了剧场上当时候剧种的现象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啊，大家对于戏曲文献的这个维护保存啊，观念还没有很正确，很重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书就变珍贵了。那么各位，它其实这是做什么用的啊？你们现在要去看戏，要不要花100块钱买这个什么节目册？节目册，它原来就是卖给观众呢，有个剧本，今天演什么就卖什么啊，大家去对着看，对着看。这种情形在元杂剧的时代就有了，所以元杂剧的刊本有些只印出什么呀？像元刊杂剧30种，它只印出唱词，因为编白大家可不可以听得懂啊？啊，编白大体可以听懂，可唱词实在是不容易听懂的，因此要对着本子看。啊，这个呢，再更早一点就掌记，可以掌在手中的。掌记一方面，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怕忘词，对不对啊？或者在排练的时候，哎，拿起来看，那观众也可以呢，可以拿起来看呢、啊。只是演员的手拿的掌记，我扮演生角了，我生角那一部分要唱我写就好了，啊。可是如果观众的话呢，那么他弄一个，所以为什么有袖珍本，懂吗？都是这样来的，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各位了解呢，这个啊，醉白求就是在乾隆年间，他的地方戏曲的部分就是那个时候的现象。那我用什么样来关照乾隆年间的地方戏曲呢？从剧情内容啊，然后也有从曲牌音乐啊，那时候地方戏曲也有一些小调了。还从腔调音乐啊，他用的腔调，然后呢，第12页，从编白曲词之造语啊，编白曲词之造语，第5，从角色出处排场三方面看啊，从这五方面去关照当时候的地方戏曲的现象啊。最后小结就是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现象是怎么样。好，佩先生把这个小结啊，这些各位回去自己看，把这个念一下。
理上所述诸现象，可知就剧情内容而言，颇多与近代小戏不殊，亦即以乡土生活琐事传达乡土之情怀，但也有以历史人物、水浒故事来敷衍的连出戏剧，小戏也有以多出串戏的小戏群，凡此应当是小戏的进一步发展，为迈向大戏的过渡。而像闹店等九出、淤泥河等八出，则俨然可以做一台地方大戏来看待了。从音乐曲牌来看，有南北曲牌杂缀，或更与小曲杂缀者，有小曲重头，或又加其他小曲者，有将腔调视为曲牌独用、叠用、连用，或与南北曲牌或与小曲杂缀者，但也有全出只有平白而无曲牌者。至于其标明腔调者，有西秦腔、梆子腔、秦腔、乱弹腔、西调、吹腔、吹调、高腔、金腔等八种名称。若就前世醉白求之时代而言，其所云西秦腔以及陇西梆子，秦腔当指魏长生带进北京之四川梆子，以及用胡琴、乐琴伴奏之秦腔。吹腔亦称吹调，只用笛伴奏之梆子腔。而其所云之乱弹腔，则实指乱弹之第三义，以及梆子腔与昆腔结合之梆子乱弹腔。而梆子腔则实指梆子腔与益阳腔结合之梆子阳腔。乾隆二三十年之际，益阳腔俗称高腔，益阳腔被金化为金腔，则早于万历间。在乾隆四十四年魏长生入清之前，金腔雄霸剧坛。再从冰白曲词之造语来看，大抵呈现俗文学直朴白描的本色，能用生活经验直抒胸臆，淋漓尽致，能使广大群众耳熟吉祥，感动于心。至于其角色，则小戏类以小丑、小旦、小生为基础而有角色名目之取代，甚至以贴、旦、半是年轻男子。其排场小戏则一味古籍诙谐，其像大戏或正形成大戏者，就艺术而言则甚为简陋。从前世所及坠排球所见之地方戏曲，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近代地方戏曲相同的各种面貌，及其戏出来说，诸如买胭脂、花鼓、偷鸡、探亲、莲香、借妻、看灯、戏凤、打面缸、借靴等，纵使因时代迁移而有所变异，但也都流传在现代地方戏曲之中。好，各位呢，我们论述了以后啊，一定要怎么样？要把要点统摄的这个能力啊，不要小看这一点。我常读到的一些学者论，论述了半天，完了就完了。没有一个统合的怎么样？统合的结论。你结论里边，第一要叙要点，第二还有什么呀？有时要把你的看法在里边稍作一种这个导引或者批判啊，这样的这个结论才表示，你是有看法的。所谓论文无非是干什么？表达我的见解，我见过的理论，请你们大家听我的，相信我的是对的。这就是论文要写作的目的啊。所以该强化自己的见解的，也不要客气谦虚到过分，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但是也不要狂妄，目中无人，这更加忌讳。啊，这一点更加忌讳。好，接着我们呢要比较详细来谈的，就近现代地方小戏形成之进路。形成当然有它的原生，对不对？到形成。各位，这个题目大不大？大不大？近现代地方小戏形成之进入，你看这有多少啊？什么叫近代啊？现代当然就是包括这个民国以来算现代，所以近代呢，当然是指清乾隆以后啊，所以这个时代呢也相当的长。小戏是怎么样啊？到处。像闲花野草一样，倒是滋生的。你们如果呢，这个留意一下大自然的话，有时候春天一到啊，一片草地上，哇，真是无奇不有的花花草草啊。各位，其实呢，那里边的趣味还是横生的。只是大家都喜欢看怎么样，院囿里边的，园子里边经过人，培植经过人，哎，朵朵亮丽，或者像荷兰的那个郁金香一大片，对不对啊？这个的那个境界，我在德州啊，德州的草原上啊，哇，真是一大片灿烂辉煌的。野花，我们说野草闲花，在古人用叫野草闲花啊，比喻呢，这个不是这大家闺秀的意思了、那样。可是他们确实生命很丰厚哎，很丰厚。这个地方小戏的这个滋生原生啊，真是像那个野草闲花一样。可是这野草闲花有些就怎么样，生命力薄弱的，一下子被人家挤挤挨，把它挤掉了，没有了，因为竞争力非常的强，别的闲花野草要长，还有些生命力就强，它就凸显了、突出了，就慢慢的它形成个气候了，在这个。这个原野里边呢，它就变为居为多数了，像这些啊，可以让我们说树大为美，对不对啊？树大本身就是一种美，还有一些生命力强的，它发展出来，这个发展出来的就是由小戏可以发展为怎么样大戏的那一些这个地方小戏。那么像这些啊，像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如何去掌握写成研究这个题目啊？近现代小戏原生与发展的进路啊，这个形成的进路，当然含原生啊，没有原生怎么会有形成的进路？各位要怎么样去研究它？最切实的方法，你亲自去做田野调查。鸽子戏怎么样延伸的？客家戏怎么延伸的？黄梅戏怎么延伸的？等等去。你做一次调查要花多少时间呢？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你花了生命力可以做事的一个人一生最多不过多少年呢？40年。真正可以好好存钱40年。
那你一年调查两种，你这一辈子呢，就荒茶去调查小细，也最多只有80种，对不对啊？那80种，对于整个中国的地方小细来说，啊，它有些纯粹小细，有些由小细发展中。已经往大系发展中又一个类型，有些从小系发展成大系，但还保留大系，请问那个大系的部分是不是要算呢？当然要算，那这起码200多种，那你要活几辈子才能做完这个题目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我一可以做一两个，比如你在台湾，你做鸽子系一种，你就从这鸽子系的深入调查，你发现了它地方小系延伸的一个梳理出来一个共性脉络，你做一种深入去，其他你就应当借助于学者的调查啊报告。应用人家的资料，有一部书，我当年写这个题目的时候，那个书还没有，所以我当然要从华东戏曲重编，从人家的什么，我大概找了50-60种，我就写出了，从50-60种，台湾鸽子戏，我是深入的，因为台湾很小。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我到宜兰看他们在公园里边在那边唱，我说哦，这就是早期鸽子戏落地扫的原始面貌，我就把他们请到台北来演出，写文章说这是鸽子戏的这个原始型鸽子戏，啊，因为那时候我是做田野调查，在文化对台湾的文化啊，已经做了不少事，嗯，然后我就从中去归纳、分析，啊，分析每一个发现，每一种这个地方小戏都有它的特色，有它的共性。那它共性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产生特色？啊，不外乎2点，你就找出来了。啊，然后你再分析它形成的历程，你就找出了以下所说的径路。后来啊，这个施德义教授啊，他现在是，你们也常听到我提到他啊，这个在台南成功大学的艺术研究所啊，他已经转到那边去了，原来是台湾艺术大学的表演艺术学院院长啊，那后来又到文大，到南华，又到台南。他呢，这个我主导他2个论文，一个就是小戏及小戏音乐，小戏的研究是我开创的。后来我就交给他，我说你去写，你将来就可以以此得教授的职位。因为没有人懂得去做这个，我写的只是个起头，我只写了就这个题目而已。啊，你更深入的，在我基础之上更深入的，尤其把音乐加进去，那就不一样。所以他那个书两岸就变畅销书，学术的畅销书。啊，我编的书里边再版的，就是他。这个书，
因为那时候已经大陆出了地方戏曲制。地方戏曲，你们要知道地方戏曲制怎么样编成的吗？是由县为单位，以县为单位去调查当时候当地的县里边的各种戏曲，由县里边的专家写出了这个调查报告，然后呈交到省里边，省里边把各县来的再提取精华，提取这个调查的精华，再把它浓缩，省里边再汇聚到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的那一批学者，戏曲研究所的学者，所以各县有主其事的人，各省有主其事的人，省里边就编撰出来，最后把它删定了，就中国艺术研究院，总共出了30大册。施铎玉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27册出版的，还剩下3册。我想27册是绰绰有余了 来做。他倒是非常这个用功的，把那每一本都是很厚，每个剧种就挑出小戏的部分做资料的分类整理。我当然给他一个方向，一个方向，所以他就容易掌握。所以他建构起来的，我原来有4大点，4个主要进入，他又加了2个，这2个加的呢，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就更完整了。而且呢，他又发现了小戏又往大戏发展的剧种，已经由小戏发展为大戏里边的小戏剧种，所以他就整理出了小戏剧种啊，有200好像几十个，我忘了。他那个书在国家出版社有，就是这么样切切实实。但是他就可以坐在家里，清晨，他像我说，他清晨6点钟就起床，不管冷天春夏秋冬，这样子在家里就可以做这个事。所以，我们不是开宗明义在讲这课的时候，告诉各位，戏曲资料要从几点入手啊？5种类型。对不对啊？文献资料、田野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田野访问资料、剧场观赏资料，这5种。自己一定要亲历其境的去做一些坚实的基础功夫。比如说田野考古，我也钻过古人的坟墓里边，虽然我没有去挖，但是呢，你就知道这些东西。你田野的调查，那当然你要一辈子要做几次，1、2次，有这个经验。访问，你也懂得要如何去访问对象，你访问的正确，访问的着眼，你的访问才有用，而不是聊天支离破碎，说来一些有的没有的无关的。那么剧场观赏，虽然不是每场戏必看，也要能多看不同类型的，这是必要。然后你就是
用你自己啊能掌握的，然后运用别人提供的，但是别人提供的方向类型你当然知道。这个所以呢他在几年里边呢就写出来了，写出来。那我这一篇呢等于是在我本来的文章基础之上再把施德义啊他的后来的研究成果融会进去的啊，所以这个各位呢里边呢就有各种不同的举例，你们看注解呢就会发现中国戏曲志、陕西剑、辽宁剑、北京剑、江西剑等等啊，有这些的那都是施德义做的啊，因为我在写的时候这个书没有啊，没有。好，那么在这个呢就要回归到各位啊，我在谈古代的小戏，对不对啊？我们说戏曲的起源是由什么开始的？地方还是由小戏做根源的，所以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挪移戏剧叫方向式，还有没有啊？我们呢一个挪移小戏叫九歌啊，另外像东海皇宫也是，踏窑梁也是，宫廷的怎么样参军戏啊，宋金杂剧院本都是小戏。那我也和各位说过，小戏呢第一执行是怎么样，情节要怎么样简单，演员要多还少啊，有一个不要两三个最多穿的服饰是日常生活的服装，而不是舞台的服装。可是呢，小戏里边构成的元素，事实上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多元的。你比如说，小戏一定歌舞乐都有了。代言要不要啊？要。要不要有这个情节啊？情节为主体啊？要不要观众啊？要不要剧场啊？你画一块地，画一块地，广场都是剧场啊，那是这样，所以它的已经是多元。可是又可以观察出小戏虽然有共性这些多元，可是每一种小戏都有不同的执行。不同的执行是什么缘故啊？元素里边有没有使它显现特色的那个 主要元素啊？有啊，主要元素不一样，这个小戏的执行会不会一样啊？就不会一样。你比如说这个九歌，那它主要原因就是挪移和这个祭神的仪式挪移，所以这个挪移本身就是它的特色。踏窑梁，踏窑就是它的歌词，踏窑事实上就是我们说乡土怎么样歌舞，所以乡土歌舞就是它的特色。东海皇宫就是武术，对不对啊？所以武术杂技就是它的特色。
参军系就是宫廷的怎么样闪烁嘴巴的机会谁这种直性会不会影响到乾隆以后近代的地方小戏啊所以我们关照的时候要不要注意每一类型小戏的主要元素啊各位这就是一种学术思维的思考你抓住了这个很容易就可以处理所以啊我们呢对于这个小戏的原生和形成它的核心就应当是什么以主要元素为核心有主要元素就容易怎么样容易这个提纲挈领就容易提纲挈领然后举例当然就举例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所以第一各位看18以乡土歌舞为基础而形成这就合乎了我们说小戏的第一特质是什么太阳这是一个那底下举的例子各位都可以自己看啦第二呢再到第几页啦因为它特别重要所以例子当然就会要多一点东南西北都要有表述它遍地开花第二以小型曲艺为基础而形成各位这个曲艺啊这两个字啊我用的是大陆的学术界的语言其实曲艺啊是不太合适的它曲艺的意思就是说唱文学艺术说唱文学说唱表演艺术的结合它叫曲艺其实呢有时候用了很质朴的语言多一两个字有什么关系就很清楚你说唱文学就表示它是文学的部分说唱艺术表示就是它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个名词常会怎么样约定俗成大家都那么用了你不用也就好像所知有限的样子所以曲艺啊你看我第一其次以曲艺为基础所形成的小戏其次就是表示什么呀它没有前边那么样做主体的重要马上就所谓曲艺是指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叙事故事塑造人物以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其本题材有韵散文兼用的视为说唱故事有纯为韵文者视为唱故事有单用散文者视为说故事前二者才是真正的曲艺才能作为发展形成戏曲的基础根据粗略的调查中国曲艺至少有300余种其中有一变而为小戏者有一变而为大戏者一变而为小戏者体制简短反之则有丰富音乐和
曲则故事者，则一变而为大细；其一变而为小细者，如以下事例。各位，前面这一段论述重要不重要啊？就重要，就把曲意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为什么要加个小型曲意？小型曲意发展为什么小细？大型曲意呢，就一变为大细。说这是第二种，为什么啊？我们想一想，小型曲艺就很简单的故事情节，还是由说唱出来。那么故事是它的核心，但推动故事的有没有人物啊？有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把这故事中的人由于演员来演，就形成了什么呀？小型说唱变成的小戏啊，由杂技发展形成的小戏。杂技在西汉称为脚底戏，东汉以后又称百戏或散乐，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各种特技如扛鼎、吞刀、吐火等，以及形形色色装扮人物的乐舞，如神仙、动物、高跷等。由于杂技含有化妆表演，所以也会演进成为戏曲，但为数不多。兹举二例说明如下。好，这种现象呢，产生的小戏当然就是重在它的怎么样，它的杂耍特技的表演者的特殊技能。由迎神赛会的宗教仪式所发展形成的小戏，这类小戏的根源应当是驱傩。《论语乡党篇》早就有乡人傩的话语，《后汉书·礼仪志》、《唐段南节·乐府杂录》、《唐书·礼乐志》、《唐六典》等，也都有大傩或驱傩的记载。这种古代在腊月举行用来驱鬼逐疫的傩，它的仪式正是通过歌舞来表现的。傩舞由四人主演，表演者头戴面具和冠，金色四目，身穿熊皮，手执戈盾，口中发出傩傩之声，称为方向。又有十二人诸法化一，手执数尺长鞭，甩动作响，直高呼各种专吃恶鬼猛兽之神明，称为十二神舞。此外有小儿500人的队伍，舞时有音乐伴奏。像这样的傩舞后来逐渐向娱乐方面转变，有的就发展成为戏曲，称为傩戏。譬如安徽贵池青阳一带的农民业余班社的傩戏，表演动作反复而夸张，唱傩腔，用大锣、拔、鼓伴奏，有舞伞、打赤鸟、五星旗会、拜年等数十出小戏，最后一场结束之前，必演关公斩妖，以祈福驱邪。又如流行于湖北西部山区的傩戏，是群众举行酬神还愿仪式后所唱的戏，俗称傩愿戏，唱腔简单朴实，用锣鼓伴奏，人声皆唱，剧目不多，有柳毅传书、江女寻夫、鲍家庄等。此外，像起源于江西修水的宁河戏，流行于湖南西部和沅江、澧江流域，汉苗童谣等民族各用其语言演唱的傩堂戏，流行于陕西全阳沿黄河地区的跳戏等，也都由傩戏发展而成的。至于像流行于广东紫金、武华、龙川、惠阳等县的花招戏，是百余年前从朝拜天后的民间歌舞神庙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像流行在广西壮族地区的施工戏，是清同治年间从巫师跳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像流行于陕西南部、西乡、宁羌、正巴以及四川北部交界区的端公戏，是由巫师跳绳驱逐诡异和祈求吉祥的歌舞形式发展而成的。好，各位啊，这个呢，现在所谓的傩戏啊，林志立啊，我知道一个学生啊，他写的这个宗教和这个傩戏的宗教和戏曲的关系啊，他那个书写的相当不错的啊。那从他的这个研究啊，可以看出啊，其实傩戏啊，不一定是现在发展的傩戏，不一定是从宗教仪式发展出来的。像九歌那样子啊，它是祭神啊，每一个神专为这个神演出的，用巫戏扮演啊，情节简单，这是傩戏小戏没错。可现在的傩戏啊，可以说是仪式，在插入已经有的民间小戏啊。民间小戏配合傩戏来演出，这为什么呢？就是要于神于人，在仪式上是对神的一种祭祀，可是插入的演出呢，就是让神看，神看事实上是谁在看呢？是人在看啊，而他插入的都是一种片段的戏曲演出啊，所以有时候大戏里边的散出他也会抓来插入演出，可是用的相当多的就是地方小戏的这个插入啊，但因为插入他会不会沾带挪这个技术的情调气氛在里边呢、啊、或者一些这个仪式动作音乐在里边呢也会有啊，所以挪移小戏啊应当也要这么看啊，它这个就像什么呢，在古代的宫廷，尤其像宋代啊，它在宫廷祝寿啊或者仪式啊迎春啊等等，皇帝呢都会出来主持，那时候的仪式啊是一盏酒啊，上第一盏一杯，喝完这一杯啊，就开始有音乐啊、歌舞啊、戏曲啊表演。那么第二盏有个仪式，然后又有其他的偶戏啊、杂耍啊、这个踩高跷啊等等的表演。那么像宋金杂剧的那个杂剧，正杂剧正乐就插在这里边演出的，插在这里边，所以傩戏小戏呢，其实上也有类似这样的作用。我曾经啊，在这个马公，澎湖马公，我们基金会呢负责了对于澎湖马公观光资源的调查研究啊，因为呢这个观光局啊那时候都要倚仗我去给他们灯会命名啊，每一年的灯会那个主灯啊的名字都是你们曾老师命名，今年又出现了第三只狗出来啊，也就已经有两只狗了，对不对？
第一支果我叫做中义定乾坤啊，第二支果呢，我叫盘户再开天，盘户再开天呐、啊，盘户大概能懂的人不多啊，盘户再开天，这个有神话故事的啊，大概陈水扁上台就讲不出道理来了，然后第三只狗真是已经江郎才尽了，不知道要命什么命，因为狗啊好话没什么，对不对啊？你看狗在我们的语言里边几乎啊这个狼心狗狗肺，对不对啊？狼都不是，但狗会看门啊，会带人啊，所以离不开这个忠义啊。所以今年我就把它写这个什么呢？忠义天成啊。我说啊，这个忠义啊，是上天给你的这个直线啊，当然由狗引发出来，也是在嘲弄这个人间呢。你如果没有一种忠义之性的话，你就连果都不如了。哎，我这个意思叫忠义天成，上天给你完成，上天赋予你的啊。在十二年，我不知道活着活不了了，大概没有了，也想不出什么果来了。好，这个啊。所以各位对于这个挪移小戏啊，应当要这样来看待啊，由挪移生发出来的的真正以它为核心元素生发出来的，其实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一些例子啊，都恐怕在往下的香火系，这个可能香火系还比较接近啊。施工系，我们台湾也有施工系啊。这个这些啊，像台湾的施工系是由道士来演的啊，这个还比较像挪移小戏啊，台湾的施工戏啊，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由小型的我戏为基础的，同样的这个小型我戏啊，和大型我戏就像小型说唱和大型说唱一样。各位知道我戏其实它的起源和作用还是说唱文学，因为呢在唐代的变文，说唱变文的就由一个人来说唱，如果讲经文还有一个助理叫督讲啊。那在说唱辩文的时候，常会啊用一个画像，一幅画啊，说到什么的时候出现这一幅画，讲唱的人就这一幅画来对观众讲唱。比如说演唱王昭君的故事，那么如果说昭君要出塞了，他画面就会出现昭君穿着这个什么斗篷啊，骑着马，抱着琵琶啊，那么昭君去驾了这个呼韩邪单于，哎，那又一个画面，说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这样在说唱。你想演员为什么利用这画面来帮助说唱呢？因为这样观众可以有一个具象的
进入怎么样说唱的剧情啊。后来为什么戏曲小说前边都会有什么样的图像呢？叫绣像。戏曲小说的这个剧本和小说本前边都有那个画像，就是说唱文学转移过来的啊。而在唐代的时候已经呢有偶戏，这个偶戏尤其是傀儡戏，所以就把傀儡啊当做这个辅佐说唱的道具，用傀儡的人物当剧中的人物，由那个说唱者照样来说唱，这就是傀儡戏啦。所以傀儡戏是等于一人运用傀儡来说唱。那皮影戏呢更接近什么变文啊，皮影戏的影像也和这个什么傀儡一样，运用这些人物来说唱。所以我们的傀儡戏啊是由说唱把它人物具象化啊，把那里边的景况具象化来演出的。因此呢，如果说把小型的傀儡戏故事简单人物少的一转化过来，就让那一些偶人木偶人变成演员去演出，然后由叙述体变为代言体，是不是就这个小戏啦？同样大型的偶戏，大型的偶戏人物多，偶戏不是很复杂吗？我们台湾的布袋戏什么都能演啦、啊、对不对？历史故事什么都能演，由这个把它转化过由人来演，也就成为一台大戏了。所以呢这个到后来大型说唱大型的偶戏就可以不必经过这个什么由小戏逐渐发展的历程，而可以一变而为怎么样，一变而为大戏。就像诸公调是小型说唱还是大型说唱啊？大型的说唱。所以诸公调一转换过来就元杂剧了。诸公调啊，它大型说唱转换过来，因为元杂剧的连套排场和诸公调的这个已经十分接近了嘛，所以偶戏为基础而形成的也可以。第六，那么以多元因素，多元因素就以上所说的，是比如歌舞啦、小戏啦、这小型曲艺啊、杂剧啊，凑合两三个就多元因素，也自然是它形成的发展的一个进路啊，一个进路。好，最后。请各位看最后一页，佩欣，你把那小节再念一遍。以上形成近现代地方小戏，有六条不同的进路，进路所以不同，如前文所论，在其主要构成元素有别，其小戏之艺术之性，也自然以此主要元素之特色为其特色而各自不同，但小戏亦自有如上文所举之共性，譬如故事简单，多为乡土生活琐事，曲多为小曲重头和小曲杂缀，语言直抒胸臆，满心而发，四口而成，
艺术止于踏摇，以古籍诙谐为旨趣。初期时有少有女性演员，女角多，男扮女装，角色一人为独角戏，小丑小旦二人为二小戏，小丑小旦小生，或二小丑一小旦，一小丑二小旦为三小戏。服饰如乡土常服，道具多善帕演于广场，视为丑扮落地早。那等于小戏的共同的执行在这里边也都写了。我们说三小戏呢，是有一丑、一旦、一生，可是也有二丑、一旦，还有一丑、二旦。为什么没有二生一旦，或者二生一丑啊？为什么没有？因为小戏的执行是什么？古籍诙谐。小生是不是古籍诙谐的角色啊？不是。你二生一旦就没有古籍诙谐。三个小丑可以啊，但是呢，当然不能有二这个什么呢？有三生。也不会有二生一旦，因为这样就失掉了小戏的执行啊。缘故就这样。好，这个呢，下个礼拜啊，我们呢两件事，一件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南曲戏文啊。大戏南曲戏文的这个渊源形成和流播，这是一个戏曲史呢，到现在啊，除了我以外呢，没有把它弄清楚的一个论题。我呢也会用学术的态度方法，像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因为戏曲的南曲戏文，北曲杂剧的大戏，就像我们中国的长江大河，北曲杂剧就像黄河，南曲戏文就像什么？就像长江一样。你做中国人，中华民族，不了解你的黄河是怎么样起源，经过哪个省份，哪里流入海中，同样对长江也一样，你会不会觉得羞愧啊？同样你研究戏曲史，而这两个在戏曲史的可以说两个大动脉，对不对啊？延伸呢最远最广的两个大动脉，如果都没有弄清楚他们来龙去脉，你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戏曲史就写不下去啊？可事实上你们就翻开，起码我所看过的戏曲史少说有六多少啊，六起码有五六十种吧，没有一个说清楚的啊。那缘故是什么呢？第一怎么样？资料太少了，没古人根本习焉不察，不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凡是走过的会不会留下痕迹啊？会留下痕迹。我就运用他留下的一些痕迹，利用我们已经见过的一个重要学理的观念，小戏发展为大戏的历程，然后呢逐步把它建构起来啊。
所以下礼拜呢，利用这篇论文啊，给各位做一个自学态度方法的一个示范啊。